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 эфире онлайн-конференция «Спорт и друзья».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就是两位著名的前体操世界冠军，他们曾经是赛场上的对手，但同时他们也是赛场下的好朋友。Вот сегодня в нашей студии приглашены две знаменитых чемпионок по спортивной гимнастике. Они раньше, конечно, были соперницами, а сейчас они хорошие друзья. 他们是俄罗斯的运动员霍尔金娜、Светлана Хоргина из России.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Светлана.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Нихао. Нихао. 还有знаменит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гимнастка Мо Хуйлан.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о Хуйлан. 中国的体操选手 Мо Хуйлан. 欢迎你。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儿跟大家聊天。我们知道 Мо Хуйлан. 他不明白。我们知道 Мо Хуйлан 和霍尔金娜以前不单单是这个同时期的运动员，而且两个人的强项呢也都是平衡木和这个高低杠。特别重要的是呢，他们两个人曾经是多次的在这个国际赛场上呢有过交手，并且是可以说是互有胜负。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что Мо Хуйлан и Светлана Хоргина, они не только был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ыми спортсменам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месте с этим они были очень сильными и также по брусьям и по бревну.И еще важно, то есть они многократно соревновались и боролись на Олимпиаде, на чемпионате мира. И побеждали далее друг друга.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非常想知道这个你们彼此之间对对方的印象是什么样的。你们第一次记住对方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的？То есть мы сейчас будем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 то есть какие у вас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друг о друге? 那Светлана, кто первый, ты или я? 他说谁先回答？都可以。Давай ты.他说你那你要不然你先说啊，我记得应该是在94年世锦赛的一次比赛当中，当时就知道了霍尔金娜，然后那个时候第一眼见了她，我觉得除了她高低杠的那种修长的一个身材，然后优美的动作吸引了我之外，我觉得就再有就是她自由体操的那个舞蹈确实太美丽了，然后当时很多人都说她是那个体操。比赛当中的一只天鹅就很漂亮，然后就知道他。当然还有一个就知道他的高低杠是我的对手。Хорошо, но я вспоминаю 95-й год. 我首先想起的是1995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在个人全能比赛中，我的伙伴波德科巴耶娃同时参赛，但是莫慧兰横空出世并获得了冠军。虽然她在比赛中也出现了小小的失误，我觉得莫慧兰是个真正的美女。虽然很多激烈的比赛令我们成了对手，但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不同，我更擅长高低杠，而她则是平衡木。我们知道你们两个人是刚才也提到了多次在这个各类的比赛当中交手啊，而且是也是互有胜负。那么能不能谈一谈你们两个人印象最深的一次交手、一次交锋是在什么时候？То есть мы знаем, может быть, вы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и соревновались, а какая именно встреча для вас самая незабываемая? А кто вперед? Ну, к сожалению, мы живем, мы живем в Китае. 很遗憾，莫慧兰住在中国，而我生活在俄罗斯，所以我们只有在国际赛场才有见面的机会。但当时中国体操运动员很少参加欧洲和国际体联的分站赛，因此我们彼此了解的并不多，只知道谁哪个项目比较强，对方出现了哪些伤病和对方近期的备战情况如何。也因为如此，我们每次见面都感觉十分特别。我很喜欢俄罗斯队和中国队之间的对抗，因为这是两个拥有悠久体育传统的大国之间的较量，对抗也是体育艺术进步的动力，而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在各个项目上竞争最高荣誉。到了今天，结果已经很明了了，中国体操队在本届奥运会上表现得非常出色，而要我和莫慧兰从比赛中找出最难忘的经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有的比赛对我们来说都是同样的精彩、激烈和有趣。Это двигатель вот прогресса, мастерства.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应该是在95年锦标赛吧。然后确实因为中国队的运动员很少参加一些欧洲的比赛什么之类，碰面很少，所以一般就是见到他们都是在世锦赛、奥运会。然后每次见到也会觉得俄罗斯会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对手，但是呢，看到霍尔金娜的时候又觉得好像很亲切，但他比赛上呢又给我感觉好像那个要更。比我们中国运动员要更善于发挥，更善于这种表现，所以要更强。而且95年锦标赛，当时我记得他是那个拿的高低杠的那个冠军，我拿的是高低杠的银牌，所以当时我印象是特别深。
就那次比赛他是第一，我是第二，然后他说那是他本人的第一枚。是的，在那次比赛中我拿到了银牌。其实那次比赛我是带伤参加的，本来队里不打算让我参加，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我当时是那种身体状况。等于说今天我向你们公开了一个天大的秘密。Никто не знал по сей день. Это я сегодня вам открываю большой секрет. 他那个时候说，可能我们信心更强了。Если тогда, когда я знал об этом, тогда у них были более уверенности. Ну, наверное, но понимаешь. 可能是霍尔金娜在比赛中始终都让人觉得很神秘和难以捉摸。所以没有人敢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可以说显得很冷漠，所以人们都叫我冰女皇。但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我非常喜欢笑，是一个乐观和开朗的人。对，就是我记得就是在比赛场上他都是永远都是一个那种特别酷的表情，但是对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96年奥运会完了之后，当时我们有一次在美国参加一个表演赛，然后我们一见面，哇，那种热情，那种就是大家好像特别熟的那感觉，就特别好，就觉得他场上就整个两个人。我的性格很善良和乐观，但是比赛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出场的时候我们都会显得很严肃和专注。至于比赛之后，管他呢，开心的笑啊蹦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我们的任务是赢得比赛，不论是中国的队员还是俄罗斯的、美国的，大家都在冲击金牌。因此赛场上听不到欢笑。我认为虽然我们在比赛中是竞争对手，但生活中大家都是朋友，我就是这样做的，也觉得自己很幸福。生活中他所有的对手都是他的朋友。对，我们还这个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就是以前二位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呢，可能都是以这个运动员的身份来参加的，这一次你们再一次出现在这个奥运会上的时候呢，你们的身份还是一样的，好像都是记者啊。我们接下来就想，раньше, когда вы принимали участие на Олимпиаде, вы были спортсменами, а на этот раз ваши личности, должности тоже одинаковые, это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ы. Коллеги! 他说你们是同事，你们现在是同行。对。所以呢，我们想知道你们这个感觉一下，以这个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和以记者的身份参加奥运会，这种感觉有什么不一样？То есть какая разница между чувствами работы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ми и спортсменами?对我来说还是做运动员好，因为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看比赛，那种感觉并不舒服。当我们的队员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忍不住想冲上去帮他们，真的很着急。对，确实，我觉得是，就是当运动员的时候，可能压力会更大一点，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就大家都想着能拿金牌肯定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现在当记者来看待奥运会，我觉得奥运会给我的感觉就是全方面的，然后更加的新鲜，更加的那个，就是有很多事情都值得我去了解，所以我觉得更有意思一些。然后因为中国队这次表现还不错嘛，所以那个可能跟他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俄罗斯他退役之后可以说有一段时间就是有比较消沉，所以他的心情比较能理解。我们的队员很年轻，过去我是队长，甚至被看作是一名教练。如果其他队员需要我的建议，我会帮助他们。其实在训练中我更像是他们的妈妈，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批评他们，要求他们做好动作，因为在体操这个领域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运动员了。为了参加奥运会，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可能会受到惩罚，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无论如何，我曾经是体操队的队长，而现在我们的队伍急切地需要一个领头者，我们也正在物色，也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他。俄罗斯的体操队现在还很年轻，不过不难发现很多小队员的技术都非常好，他们很稳，而且动作准确无误。我相信他们有夺金的实力，相信他们凭借努力、信心和经验，一定能在伦敦奥运会上充分发挥。这是培养新人必经的过程，每一支队伍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更新换代的阶段。
我觉得中国是在2000年到2004年之间，这个时候是经历了一个就是现在俄罗斯的一个更新换代一个低潮，然后等于说俄罗斯今年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低潮，没有一个领军人物，缺少一个核心人物，所以让整个队觉得整个比赛的气势差一些，但是真正难度各方面还是很强的。